他一个八爪鱼，但是呢又感觉我的衣服有一点太那个了，太奇怪了。这样是不是很好笑？又感觉我突然对这么一丢丢。这是啥声音啊？谢谢开心白嫖前班马送的四十个荧光棒，还有有请啊，这是什么啊？谁的闹钟吗？蛋糕，谢谢。小爱同学，稍等我一下，我的闹钟响了。放个甜蜜的歌曲。他有听到没有？听到我的欢呼。小包的肯定是，绝对是小包的吧。小爱同学，我捡到一个手机。你换那个，你唱个甜蜜的歌曲。哇，我发现这应该是叉 S 的大小吧，叉的大小。他说啥呢，小爱？你们房间光是挺白的，哎，我头发好乱呀！我也不知道这个闹钟是怎么的了。Hello，Hello， 好像是那个警报器响了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小包今我的大脸。是连在一起的，不是？哦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我去问一下。我感觉小包在找。是不是在跟？对。我感觉昨天晚上就在我床上了。我昨天睡觉的时候打死没想到是谁的。不是，没明明写屏幕上面都写了今天胡小慧喝红豆薏米水了吗？啊，我没有看到，我只看到有一只猪上面。我一天有百分之吃了吗？昨天晚上就是放在我床，有50%的时间在背 Siri， 然后有20%的时间在找手机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没事，麻烦边边。哈喽，晚上好。你们不懂，晚上没有戴眼镜看不清。哎呀，那只猪真的太明显了，我怀疑是不是叉叉的。你要睡觉了。我当时还给刘杰说，我说他们有只猪。刘杰说，那可能是叉叉的吧。但他已经只有一个手机，就我手机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说叉叉怎么那么放心把手机放我这儿了。他的脑门长痘痘了。谢谢酒吧送的一个秋天的。谢谢蛋饺饭的礼物。谢谢。哎呀，我在这边。我选了个要那个灯。我觉得我不想戴帽子。你可以试试我的呢。我的帽子。现在有点雾了，但是呢，我们。你们这怎么？各种闹铃啊！有毒啊！我给你关掉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谢谢赵大帝的礼物。该翻牌了。怎么天天都要提醒啊？好敬业啊！天天都要提醒翻牌。Hello， 晚上好，跟你们小聊一会儿休息。我倒是今天感觉今天还蛮快结束，下午5点钟想就变成半夜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其实还好啦，也没有那么累。声音再小一点，我感觉吵到就会吵到邓轩。对，今天现场是很热情。感觉有很多感度，因为不是好多新的面孔，好多女生啊，我看着很疲惫吗？现场吗？还是？他们说现场很热情。Hello 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哎呀，我是有一点，但是我也说不上是哪里的疲惫，但是哇，开心，谢谢往昔同送的一个用爱发电。当当，哎，你在啃玉米呢？我还没有吃。为什么？聊会儿我再吃。发电的这个特效都变短了。不过其实它就是这么长，还好我眼睛看得清楚。以前特效很慢。不是，对，现在特效很快，对，现在的那我是我太久没有收藏用来发电了，现在的发电很快，对，那你们不应该恭喜一下我？恭喜！
就是之前有收到过皇冠，然后那个皇冠就是就没了，是有一点了，因为就是昨天确实没太睡够啊，问题不大。来直播吧，谢谢图书馆的口红。KPI 达标了。嗯，我今天头发好乱呀，现在像一个狮子。还正愁呢，在想，就是。谢谢大地的花花。怎么办？对对对，这个月求求你们记得提醒我提现好吗？吃什么呢？这个月过年的时候回去特别惨，就是忘记提。退税。明天就可以退税啦，好快乐哟！吃什么呢？是我的好朋友的话，不吃了吧？早早睡吧，跟你们聊完就睡觉了。我们提前应该是什么时候来着？最近少吃一点，就是、最近我都胖了。大概就是最近人特别的臃肿。一号那一天吧，是吧？什么呀？就是退税吗？不是提现。还行，我今天吃了两个包子，那个、吃了两个。啊！你怎么有那么大的灯啊？我们要不要坐在一起？我帮你打一半。没事，我可以照你一点点的灯。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，十二点还是一点过了之后，就它就自动到那个另外一个中转站了。对了，然后就可以提了。对。应该就是在1号12点之前就可以。我知道了。谢谢梅姨主持人。哎呦，大家没事，太亮了，太亮了，太亮了。一点点就行。干嘛？秋天的奶茶。还有星星，晚上好。运运子送的一个草莓蛋糕，谢谢。好的。天哪！突然我这个光好亮。谢谢马哲，你可以往这边点。甜送的一个事情，还有 UK 唱送的20个荧光棒，谢谢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还有谢谢转。哎，我今天好像是有一点疲惫，昨天太那个什么了，太亢奋了，今天就有一点点。谢谢你们，这个是我不是手链了，这个是。亮那个手指，脱单三人组可还行？就是亮你手指的那个粗细，但还行啊。我今天也没有跳很多，今天跳半场就还行。来测一下。天哪，谁的手指会有这么粗啊？夏天的风。这个、你们今天呢？你们昨天不是也熬夜在那看直播？今天应该也，很晚起来的吧？不会吧？你后面睡着了，这个就是适合每一个人的睡。那你们起来的还挺早。我每次就是比如说在网上买什么戒指啊那种首饰之类的，就是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老刘直播看的公演吗？多大？跟老刘一起看 的食指和老刘直播跟大家一起看的公演吗？食指和中指还有大拇指对吧？就是没有什么不，应该是食指和大拇指，没有什么。挺好，他可真热爱直播。老刘很热爱直播。怎么偷偷聊到喜欢女孩子？我刚看到老刘的绿头鱼了。这他带着绿头鱼，没有试过。对他不是身体。以前没有挺不错的。对象现在真不错。清醒的丑橘。本来拿了他的手机说去车上给他分一半的。看来你有喜欢的女孩子的车坐满有的想知道他手指的那个完整哈。哎，这是啥呀？刘姐，那万一这个人比较可以拔出来呢？感受一下这个什么？这是啥？擦毛的粘毛器。这是啥？这个还有正反方向。这。沾沾我的毛，秃噜秃噜毛，谢谢。
我知道了，就是跟他玩游戏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卫生纸什么的给他量一下。直播封面就输了之后，你说，把那个卫生纸在手指上缠一圈，可以吧？我都可以。咋了？没事，大几多被我搞掉。这是橘子吗？好了，我橘，我看一下，好水润的橘子。我应该是带这个好，我试好了。哎，我今天还在质疑，我说这个是我吗？这明明七号，然后后来去翻了一下微博，发现真的有。他这边有一个对有什么呀？但是这个摩天轮今天下不出来，45.2，我就不懂了。这一分别是今天阿姨看到他说的是什么来着？我想不起来了，14.4毫米，厘米。它不是有毫米，是刚被我。是拿出来说，谢谢翔哥666土里土气讲怪话，送了一个荧光棒。这口塞，好，我感觉我现在身体已经被抽干了。是18公格吗？不是36。我之前买戒指好像都是戴无名指上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无名指照片拍完了，忘记了。我的食指，主要是觉得自己今天。就小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一些地方就是没有完成的很好，对折，然后你的骨头有点塞，然后小时候经常这样弄，所以我就是这关节就会比较宽。怎么害女婿了都？14.4，但今天真的有吓到我了。今天这个扣让我觉得有可能吧。今天的扣，但我觉得我不去一趟都不合适了。容易骨折，怎么会呢？我骨头可软了。后面再吃吧。这好像我在搓澡。哎，穿个大妈的这个。什么？我看见了什么什么？谁要出坑了？这个是啥？光剑。光剑。靠好像听到了一个什么，我觉得广州我来了，少年还是什么，这么吓人，没有完全记住，傻子才会把自己帮，但是感受到了热情，因为我这个脑子不好使，不太记不，就是不太确切的记住说了些什么，昨天放，但是感受到了大家的爱，就是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，瑞姐有收到。这个人是个啥？越想勇敢越害怕。越想勇敢越害怕。我感觉他给每个人放的都很贴切。哎，我今天就穿了个吊带，我里面是个吊带。所以我今天就去了。你去了？吊带？就里面没有袖。哦，是个背心。嗯。因为我看今天阳光很好，所以我就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后台好像现在有那种赌局，就是没有这个是粘毛毛，就是打赌，就是打赌，大家。只是我觉得他好像可以输个头，但我没办法，他们今天不知道，没办法今天跟他们赌，结果好像每次都不一样。那这个赌了的输了有什么吗？今天打赌的是我们的后台姐姐。困难姐姐她打赌那个，就是我们猜，就是大家会就是张雨欣她打赌肯定是第一个，没有白衣少年一起风发，我都称之为少年了，这多不好意思呀，两个人都输了，没有，其实本来一快赢了，然后我说了一句，哎，我感觉后面听到了声音不太一样哦，其实我感觉大家今天就是永远都是超出预期，然后就跟他们说，我感觉大家是想说一的，但是呢，好像要不然就。就是韩武的声音更大一点，就是打赌的赌注也不多，就谢谢应援吧，打赌一杯奶茶，谢谢荧光棒或者赌一蛋糕什么的，觉得还好。哎，有点想流鼻涕了。谢谢，可能每次来的都是不同的人的。哒哒哒哒哒。不想弄那么多，可能今天他想吃个红酒，明天他只想喝一个可乐。确实，对，我想。但是今天这几个 MC 可是我从40多页里边挑了7个，然后提前准备的吗？挑了7个之后呢，我又给张雨欣说：“你帮我挑两个。”确实，感觉每次挑 MC 就好困难。有的这5个，
然后我只有第一次气球小熊，第一次抽红豆的时候，每个都知道是什么话题。就是也不算是输给我了吧，第一次我选了那么多那个小笨笨翻，但是其实我是偏向于第一个的，我总感觉大家会选第一个，还知道但奈何第一个呢，大 MC 一就已经把第一个说完了，这样子。因为我是上台，但是我发现大家好像好喜欢我们玩游戏哦。最近就是抽到的这些都、都是游戏，什么脱袜子了、打人呐、啊，这个什么的。写出来的不太一样，我选的是主要是我离得太远了，不方便进攻。就是我去打了的话，我再回去就很容易暴露。礼让我们队的机会，所以今年很想打的，但是就是距离限制了我的发挥。我们连第二个都准备好了，第二个那个道具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但当插在上去，这是一首歌吗？居然有一种我想打谁，冲动就是想冲上去打他的脑勺。我就想打仙仙子，想跟他玩。老刘今天全程参与，怎么参与我们的 MC？ 我们打人，他怎么参与我们的 MC？ 他在直播看。大家都在打他，我没想到亲文站替我屁股温柔温柔的抚摸一下，我害怕。结果我谁知道我自己太笨了，他闭眼，我把头靠在他身上了，他闭眼。什么？我抓到谁了？抓什么呀？对，我就是想。那我先组织好语言吧，我应该说什么呢？他知道了一定会很伤，很伤心吧。嗯，啊，你是说我的拍档吗？没有理由，就是这你问我，我主动啊，那种感觉。没看我微博，没看我房间，没看我直播吧？那你下口袋是干嘛的？连人拍档是谁都不知道吗？都过去两、啊、一天了，老老打老刘，我这个一点都不关注人，倒是还没有怎么太过于见识过。我都只看，我没有怼人，我只是阐述事实。耳朵不要红，做不到。一看就不是我的粉丝。过到几天？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。到十二点，我们的名字，哎，我们比较仓促了。我们那一天因为组完就要去，就要去录那个采访，所以就选了花花师姐。嗯嗯，两个花花，摆着连珠，两个人整，有点羞涩，就是一个脸红，真的吗？嗯，其实我还有点叫不出口。这个是在房间里直播吗？我感觉我其实那个信号以拦截也挺不错的，但是就是说想想女生一点嘛，对，我们就选了那个。忘了是吗？我教你，我会好，你说吧，这个可以了，就是我现在连了，可能我不太习惯了，可能还不太适应，就是有名字什么的这种。可能多叫叫就习惯了。连麦是这个，我可能是睡少了。不是，你不是说去干他干嘛？现在干嘛？万一他感觉之后要想想，表演什么了？哎，他今天在直播。在闲聊聊了吗？行，我果然这个女人在直播。去打，去看一眼吧。他可真是勤快呢，天天直播。希望有一个七次吧。他今天好像也公演吧，挺我感觉我写下去。确实，我感觉天哪，我是50%的紧张。又连又连，昨天刚连，今天又连，不连。再说，但是忘了是什么原因。怎么能天天连呢？我们要有点距离。缺那个什么维生素的 HDC。对。你们一天急个啥？一天这昨天才连完，哦、今天又搁这儿连。刚出道的时候有一次考核，还是。我今天不，我今天不在状态，算了。今天人心情比较荡，心情荡的时候就不要那个什么好了。就跳到副歌时候突然就脑子断片了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。好了，我要去连麦了。他比我们早点，嗯，他是下午场吗？对，突然要十一楼，那也蛮辛苦的。他们四点多就飞过去了，完全耳朵都就是站在人群里，哎，站在正中间，我又不知道下一个位置是什么。想看你的猫咪，
哎呀，姐姐在这连麦。你刚开始播吗？啥？我看一下姐姐。就是、的感觉哎呀，她现在状态挺好。我今天有点累，不练。我今天跟你们随便聊聊，我就啊，她躲起来了。就溜了。就是嗯，回想哇，改天状态好的时候再跟她连。眼前的什么？哦，她在板凳，我知道了。我看过她的照片，我觉得她长得很。查了一下，然后晚上躺的。我在哪儿？对，但是不是我的，是我室友的。你们真的是，你不能每次瑞姐直播都让我老连麦吧？慢慢的那种感觉。真的吗？嗯，跟黄色不一样，就是他丢了5-6天了。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查我的妆容啊、哦！我想起来，我在查监控是吧？近就比较。然后再想我下一个位置在哪儿？我最近的粉底比较的。哇，他俩，是什么？我感觉他俩长得很像。比较清透，很慌乱，还不给我面儿，措手不及的感觉。快乐连麦。哇，他还是挺好看的。啊，你好帅呀、啊！我感觉他像男宝。你太抽风了。男宝是刘书贤的男宝。我觉得算抽筋吧。我的猫咪没有在，我的猫咪在家里边。清丽脱俗，你是不是想说我很清新？啊、我妈妈，说很清新。小狼是胡小慧的，小狼他们买了三只猫，还有一只叫岁岁。这样，我以为共有的呢。哎，我今天主要我今天舌头共有的了，舌头上长了一个泡，是这样的。就很难受，嗯，好，吃啥都不舒服。差不多。那你明天要是不是要把早开了？我们我要把我头发拆了。啊，那还是挺。今天还扎了这个辫子，发现那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完美。一口气掉了好多双鞋的人，拜拜。他把鞋放在地上，开打开后备箱。他们连的好匆忙呀，这个麦。然后把车给开走了。哎，我怎么关麦？你说每天连一下麦，连上个一周就熟悉了。想了一天，想通了，我不记得了。怎么你们第一次连麦吗？卸货的时候不小心拿出来。没事，就多连几次就好。我操！不要再说我没有干嘛。每次说了要公布，还都要羞涩。心肝宝贝儿一样。啊！没关系，还有很早以后。我这个辫子。所以呢，我不知道你们弹幕这是上帝视角，第一次怎么能太那什么？妈妈想找个聪明的爸爸，或者是笨的爸爸想找到一个聪明的妈妈，是为了打的繁体字吗？嗯，我不知道。一回生，二会熟，二回熟。我觉得我只是反射弧。对，来日方长。其实我还好，没有很紧张，但是说我有点害羞，比较慢。不紧张，但是我有点害羞。哦，变成了两个小辫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下次让对方管。我知道了，我只是反应慢。说到不是这要天哪，我这么久，我这个头发怎么一点你知道吗？这个长进都没有。我叫不紧张。头发一点都没有。原创外号慢一拍，确实我觉得比以前进步嘞，就是真的太生疏了嘛。但是说句良心话，我住在二楼的时候，素，哎，我住在过二楼，我是遇到过跳舞都慢半拍，但是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后辈，但因为很小很小的小后辈，就是长半拍，嘲笑我，没有在嘲笑了，只是在听在听你的故事，默默的微笑。哎呀，我今天连摆了摆，为什么？今天很累来着。对，我想跟买，我还是连连那个啥，就是、我想看看他在干嘛，也会比较慢，看看谁在干什么。所以我跳舞之后，我很不满意自己跳舞，就是有时候不流畅。Hello， 今天没有黑屏耶。现在没有黑屏，是因为我换了个房间，是不是因为网的问题什么之类的？需要我。我卡了吗？啊，现在卡吗？我在杰杰房间这边。谁房间？有杰了，你的。哎，快让我看看他。你的没有，我刚公演完回来，我今天就很疲惫。看出来了，我们还睡了觉，我睡到晚上才去了。我就想跟你连连，看你在干嘛，看你挺精神。你累吗？我不累，我赚钱都不累的。那我是不行，我昨天就是因为太晚了嘛，我今天就好疲惫，就是有一点。啊，我也。
我也累，但是当你累的时候，粉丝送你礼物的时候，你就不累了呀。我那天看花，每次那看来我这还是说的太少了。你要麻烦，你想看什么都下，真的是。他不想看，你想看姐姐吗？啊，他们手中也很厉害。没有吧？对，看到他能开心一点。看到我之后，你的疲惫就少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让你的粉丝给你解决。对呀，你明天呢？你们公演排得紧吗？我们不紧，我们一周一次。等要生日公演了，可能会有两次。哦，你要快手。但是现在又推迟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。然后我们前面很多生日公演一推迟就都推迟了。到时候可以整点啥给你。你跟谁一个房间？我跟黄一慈，你认识他吗？我知道，哎，是那黄，是那个双胞胎吗？哦，对，对，是六六还是七七啊？六六啊。啊，好可爱的。哎，但是我分不清他们两个。他下一句，但是我分不清他们俩。所以是你们两个一个宿舍是吗？对。啊，看不成，黄一慈现在姿势很难看，很不优雅。哈哈，没事，他长得那么可爱，不优雅应该也很可爱。可爱的不优雅吧。哈哈哈！哎，我还没有吃东西，你下午吃啥了？我吃的盒饭。我们公司不是没有餐厅嘛，然后会给我们就是弄那个盒饭，然后我就吃了两个盒饭。哦，你们是发盒饭的那种？对，每天都是盒饭，每天都一模一样，每天都是盒饭。哎，你们那里是不是还有公共区域啊？就是可以做饭？没有啊，对对，有一个客厅，就是大家会坐在那里吃饭呀。聊聊天什么的，我以前好像听他们说过，但还蛮。手里那是个啥呀？嗯，什么？你手里那是个啥呀？哦，它是个粘毛的。我就是闲的无聊，就在这随便拿个。我以为你拿了个鞋垫儿。鞋垫儿？没有，就是粘毛什么的。没有卡。真的是，哎，我希望我之后有机会我可以去北京找你玩儿。对呀，啊，北京好好玩的，你来了我们可以去环球影城玩。去环球玩了吗？我去了两次的已经。好玩吗？还行，第一次玩会很开心。人多不多呀？有时候人多，后来人不多了，刚开始的时候人多。哦，这样子啊。确实，我就是之前看红，我就怕人太多，一直没有去。哎，前段时间不是很冷吗？我就感觉北京好冷。北京现在都不冷了，没有上海冷。我们公司也是上海冷。我在上海睡觉，给我都冷起来好几次；我在北京睡觉，给我热起来好几次。开空调吗？我也开空调，但上海的空调还不起作用，北京的空调好热呀。你的生日是三月多少号啊？我是三月十七号生日。317，你知道我生日吗？你是五月份的。有什么那几号嘞？你有没有跟我说过？啊，我就是问一下嘛，没关系，不知道我也能理解了。我结果你刚刚都是让我自己说的，你现在让我猜你。我问一下嘛，我以为你会有偷偷了解我，好吧？是我多想。好吧，那我猜一下，五月，五月二十二。我们今天有一个什么？我说个位数，我五月七号。啊，我猜到了！我刚刚你说个位数的时候，我都想说五月七呢，因为我特别喜欢七这个数字。假的，我说了你才说你猜。不，因为你说你是个位数的时候，我都想好是七了，因为我自己是十七，我很喜欢七。哦，那你真棒，真棒！三幺七和五月七，挺好的，好记好记。对呀。啊？喜欢什么？我喜欢你呀。但是你喜欢什么生日可以给你买礼物，可以给你寄过去。真的吗？你可以把刘杰寄过来给我吗？你这个女人有点过分了不？那我把刘杰分尸，把刘杰分尸给你打包送过去。竟然有刘杰，给你个寂寞。可以给你一个刘杰的照片。我不要他照片，我又不是他粉丝，我想摸摸他。是吧？以为你那么喜欢，以为你很喜欢。
我很喜欢什么？喜欢刘杰啊。你比他重要，他只是就是那种万花丛中的那种。确实，对，他只是过客，过客，双向的才是最好的，对吧？比起对，他在我心中只停留了一天，他在我心中一共只停留了一天，你已经是第二天了。好吧，我比他多了一天，好吧，好吧。还是我亏了呀，但是我这里，但是以后就只有你了呀，以后就只有你了呀，他只是个过客。天哪，大家都在连麦，现在有六个人在说话，我真的我耳朵有点。他们哎呀，那我们先挂了吧。好呀，我这边，好，稍等休息，拜拜。等一下、啊，什么？你好可爱。哎呀，等一下。你也是，什么都下了。他们说一夸你，你就会夹子音。啊，确实啦，我就是有一点，一般开心就是语气会变得有点。好啦，那你跟他们来，拜拜。明天也会想你的，拜拜。拜拜。他们这么害羞啊！天哪，大家都在连，太聒噪了。像百子的，不错，看是啦，还蛮开心的他。因为我感觉他是不害羞的类型，我觉得我是害羞的类型，但是现在我跟他反过来了，好像心情好了一点。可能到了这会儿就没话说了，就会有些不一样。也倒不是羞涩啦，只是你看他笑得那么开心，我怎么可能就是？哎，你不是有两只猫吗？另一只猫呢？还有一只是紫巨人的，他怎么那么有能量呢？哎，我就是经常会疲惫，然后有时候觉得自己哪里做的不好，我就会很否定自己。我感觉他就很有冲劲。姑姑，我夹起来了吗？这怎么说呢？我不一直就挺温柔的。金剑粉，不是银剑粉。对，金虎斑。来，我见过这种猫哎。我中途不是还会回来了一趟，他比我想象的直接呀。看起来他待了一个月之后，我再过去。天哪，好羡慕的。回去他就在了。对啊，他挺活泼的。听说你们有书房，只是可能今天他比较活泼吧，说可能也有就是比较文静的时候。还有空气，可以去找你做。直接挺好的呀，然后我喜欢直接的。哇，你的设备跟我喜欢扭捏的。你怎么有两个空气炸锅？另一个不是什么？电饭煲，另外一个大大大。哦，可能是。转过电饭煲冰箱。天哪，我们这就是网友见面，我们只能靠网络来维系我们的感情。那怎么在蹭那个水龙头？太艰难了。他就喜欢喝这的水，但我不给他喝。我觉得我们是一个。但也没有掏心花怒放的这么夸张吧。我们除了厕所什么都没有。三个小房间。不觉得他笑起来很好看吗？算你看到一个人笑那么开心，你难道不也就是回应一下？其实我觉得他笑起来很好看的，其他都不太会。因为我喜欢什么酱油？黄油啤酒，我没有喝过哎。对，就是环球。不是他会撩，是你们有一些人差劲，没有被撩过，所以这个。微微一撩，你们就不行。不过我记得有机会去啊。不过我记得你去环球影城的时候，我也还行吧。我吧就是状态不太稳定，十二天十二就没了。对，我自己都忘了。那下次一起吧，要不然怎么样？谢谢荧光棒。椰子鸡，其实我没有吃过特别好吃的椰子鸡。哎呀，我不太，是我的口味。我这个人对一个人那都是很细微的，你需要去观察的，不是那种就是要直接说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比较细节的，我不喜欢就直说。其实我真的不太会做饭，虽然说，但是到重要的时候我还是会表达的。就是这种东西你说太多了，那你比较喜欢吃什么呀？假了。什么？我说那你比较喜欢吃什么呀？我喜欢自然。我比较喜欢吃螺蛳粉。螺蛳粉。哇，那可是我们这个我。
张雨欣的最爱，我的朋友的最爱。说我打动他了。哎，罗斯福，哎呀，那肯定就是觉得我真诚吧，因为我一直在夸，因为我一直在夸她漂亮来着。谁呀？是谁呀？哎呀，搜索，他们那边，他们那边在交友。哎呀，搜索也不错。怪不得你说要带回来做饭。美女好多呀。好，拜拜。我下次也要也要在那边蹭。找西和谁组队啊？西西和北京的那个什么，哎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见就是见诗兰，我就觉得她很漂亮，因为他们俩，然后呢我就一直在夸她。拍戏的时候认识。然后我就说我也很喜欢她。我觉得你有可能见过，就是谢谢北京唯一一个年的巧克力。去海口了，是我那时候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就是怎么说呢，哦，一般可能不太会。他应该是后面对人表达喜欢，但是就是说真的觉得很不错呢，我还是，哎，我发现那么还是会多表达。认识了好多人，哪里好？不好吗？除了认识朋友好。我不是海王啊。会晒黑，我很真诚的，确实，而且我现在感觉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打动他了。你这个难道不应该去问他吗？他也没跟我当面说过我那个什么。他也就是在我舞台上说过我真诚的，就是我是偏肉食的啦，就是吃肉比较多，就是吃火锅什么的，我都没有味。不要给我海王的标签，碎碎。我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五谷杂粮，就喜欢吃玉米和红薯，就特别好咬。可能就是我的样子也是他比较喜欢的吧，又漂亮又可爱，然后呢一声音又好听。我以为烤地瓜是山东。唱歌跳舞应该也还行吧。地瓜就是一个红薯的别名啊，就像土豆和洋芋一样。开始自夸了。刚刚他们说你是浙江人，哎，其实我们还蛮近的，我是江苏的。哦。而且他好像很会做菜和缝衣服。我去。听说他会自己改衣服。怎么？确实，江浙是一带。真假的，直接就这么称呼了。我很好奇，舒姐是不是叫我沈腾？这人就哎，等一下，我如果是这个的话，其实我喜欢沈腾。还有当瓜吗？现在的话，就感觉我变花花了，越来越多了。以前喜欢他的时候，没感觉没有人喜欢他。完了，其实想今天不对，他也是花，我们俩这个没有明确。性质有点不一样，我没有。我们都是花花。我相同喜欢的人不叫情敌，叫同好。哦，好吧，那也不算，这那这样算的话也不算情敌了。羞涩了。其实我是那种我喜欢搞笑搞笑搞笑人。年三送的。对，我就是觉得贾玲。目前来说是我承认吧。对啊。目前来说他是好像比我还要有嘞，我现在还在稳妥一点。他们好像每一半都已经每次都在看综艺，回北京太长了，其实还挺好看的，就还行吧。毕竟我今天这个双马尾，我也没办法说自己是个呱呱了。不是你为什么一直这样啊？花花也不错。这个后面几组还拍了一会儿，估计过段过几天再支棱吧。今天先不支棱。感觉你的背景好。他们好好看，我们房间之前装修的时候蛮好看的。我的房间是爆米花味的。为什么？你就是我的香薰是爆米花味的。哇，还有香薰是爆米花味的。香爆米花味就真的是爆米花味吗？真的，你来闻闻就知道了，真的是爆米花味。那我就去，马上就去。不是电台，就是连麦的时候，看他状态挺好的。说明哎呀，这边怎么还有雾呀？那你今天是光亮对吗？刚结束。我干嘛的？我不熟。Sorry。我。因为他们说你公演刚结束，我就以为你是公演。不是啊，是这样。跟他握手，然后我就去接。哎呀，也不是说介绍了，都说了我是他的第二选择。没有，那第一选择没有匹配，可不跟第二选择也得有点那个互动。就是没有染，就是我自己。但是本来我也很想选他的，但是就是，哎呀，我昨天说过了，我又得再说一遍。反正总之就是没有选到，然后他也有点伤心了，然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，然后我就去给他说不是那个样子的。我昨天公演啊，真的吗？怎么能是备胎呢？我看到了，但是我说不还有第三个选择吗？啊，真的是，哎呀，这种东西就分第一印象。
对吧？有时候第一印象好，哦，他不一定他之后就好了。有的虽然第一印象不是那个最佳，那以后就说不来了。人都是要通过相处的，知道吗？相处才能感受到那个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救命啊！我说的是昨天之前说的，抖起了我的腿。对呀，人要相处的，我这个人也是。我连回去了，我说的是昨天之前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昨天还看你们公演回放了。真的看了，因为你说今天握手之前好久都没公演，因为我刚刚还跟他们说你今天晚上公演呢。对，我但是我看你们没有看完，因为昨天太累了。因为昨天你们也很忙。对啊，你们更精彩。我们不是我精彩，是他们精彩，他们很精彩。看别人选就是快乐。但是你别说看这个，你参加了你会知道，其实蛮快乐的，快乐且煎熬。还有什么？你们可能会觉得能找到搭档很快乐，要是没有找到，总觉得就内心很煎熬。比我们要好，因为你们是我们之后的计划，对吧？你们还没开始吗？我连明天会继续。哎，我们下一次公演好像是有一点时间。那你是对我们广巴太寄予，就是期望太高了。我一直感觉广巴挺会那什么的，对吧？策划什么的，啊、你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几年前。真的吗？非去必就是非要去的理由，我感觉。哎，没有啥了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这个挺喜欢他，也是因为觉得一些方面很相似。因为我之前就是希望大家，因为我很早之前去，我妈去帮我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。比如说哪里不顺的话，最起码还可以相互鼓励一下，我觉得也挺好的，因为最起码能相通。我妈很多东西就是很能感同身受，有时候中也说不来，都是一种感觉。但是我感觉，我还是挺喜欢这种东西的，就是算一算，感觉心里踏实。迪士尼，怀瑾他也只是因为他优秀呀，他需要找到一个也跟他一样且优秀的人。对，也不是说这怎么样的。我不知道是那个地方是什么，而且重要的是找朋友吗？是舞台，知道吗？要有一个好的舞台。我们的初心是舞台。就是舟山，就是舟山。哦，明年都会去，今年但是当然了，能交个朋友也是不错的。釜山不开放，因为杭州、舟山还杭州，反正疫情，釜山就没开。对呀、啊，明年都会去吗？他的幸福应该还在后面，现在还没结束呀，大家都会找到心仪的拍档的。也很多年了。你初几去的呀？我不是过年去的。今年去不了。我找到一个，我不是过年去的，那怎么的？他找到了一个很差的吗？他找到的也不错呀。我先去练。我家是过年去，他找到的也是个潜力股。我爸爸妈妈他们有空去一下。因为我有一个哥哥，他在舟山，就是当兵，所以我经常会去舟山玩。谢谢木子的荧光笔。你好呀，那下次一起吧。Hello 啦，晚上好。这个饭其实不好玩了，但是吃的还蛮多的。给他抓一筐，先给我抓一筐。不过他们北京是不是都可以办生日公演的呀？我说你刚刚生气了吗？没有，就是就是不小心卡。期待他之后的。I see. 其实本来如果可以去的话，还想帮他助演，但是。不知道我们的安排，因为如果我们队友公演的话，我可能就过不去。我还好吧，你早点。就是如果没公演的话，还可以过去；然后有公演的话，我可能就过不去。当初那么可怜呀！哎，那你就是你现在接的头发，洗头发不会难受吗？因为我没有接过头发，因为头发到时候看。也是你这是你自己的头发。对、只要不影响自己这个公演，应该是可以过去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如果过不去的话，我也会给他生日祝福。对，因为我看小包明天接头发，还蛮难受的。小包，我看他经常接头发。我还蛮喜欢北京的，其实。没有，我是第一次漂头发，断了。谢谢木子，估计后面可能也要开接了。
啊，不要不要，越接越少，头发真的越接越少。是吗？现在以后去北京有理由了。其实我以前想去北京都没有，感觉没有熟人。可以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北京还是那个什么，跟着旅游团去看的升国旗。应该会吧？不知道。可以，而且我想很想三月份去拍照呢，因为有樱花哎，只是小暑就三月份，对，上海有啊，三月份或者是四月份都可以，但是四月底可能就没了。哎，你们说我吃点啥好呢？延庆来了，好，那三月份四月份。哎，现在进直播间都有提示的，庆庆是你来了，好吗？他们说你拍照很厉害，我其实拍照我给小包拍过，怎么会有显示的？但是私底下拍不会显示吧？我感觉他也还可以吧。是这样子吗？延庆，你过，你是不是想念我啦？好啊好啊，那没有啊，那给你先约个十二套怎么样？那是他的小，他的小号，慢慢拍。哎，不是啊，是粉丝，他的粉丝需要带一个那个，对啊，一粒小白圈。可以直接提起他的皮给他打针，他也没有什么感觉。怎么大家都那么喜欢用成员名字啊？我都分不清了。慢慢拍嘛，看他打麻药的样子。因为 我觉得我们开播应该有，也应该有一个闪亮登场的特效。就是、前前和那个彩度。张月明，我知道，对，我觉得他们互相拍的。你们每次入场一个比一个气派。有些人很会拍。我不是太会拍。那没关系，来说是小，没关系，我给你拍掉了。他要吃泡面，哎呀，不跟他抢，我吃啥泡面？那泡面都不健康呀！我有挂面，我去下我的拉面，我有拉面。我只以为他吃吧，他吃吧，我要去吃营养一点。我的饮食不是特别好，最近就是很容易发炎。我自己设计个，很容易长痘，我看弹幕都在哈哈哈，也要注意。带我之后研究一下，也搞一个闪亮灯场。没有看时间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是12:14啊，12:14啊、哎！你真的得早点休息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对呀、啊，要早点休息了。对，熬夜，一是熬夜是我，那你挂吧，我不挂清淡，我吃炸鸡吃的。好吧，拜拜。真的，那你早点睡哦。什么呀？拜拜，我哪里气儿？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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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西，拜拜，瑞杰，第三位女生，不知道是第三位叫瑞杰，搜索前辈你好，你很性感，很漂亮。哦、我知道，知道我吗？对，我姓张。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不错。啊！我也想当。没有看到脸就可以无所畏惧。希望我们能给他留下一个错不错的印象。可以，他没看到搜索前面没有看到我的脸，但听到了我的声音，下一次很不错。我就要说了，下一次如果他如果来上海玩的话，我们可以给他做一顿那个寿喜锅。行吧，你都想好了呀。寿喜锅是蛮好吃的。没有了，我再播五分钟吧。好的，你再播五分钟，兄弟们。不能说姐妹们，应该说兄弟们。姐妹们。啊，不能说姐妹们。为什么不能说姐妹们？其实吧，是我的滤镜太白了。他们说我耳朵没有红，为什么照了镜子我看看是红的。应该是红的。刘姐一般害羞什么？她先红耳朵。谢谢睡不醒的蛋糕。下睫毛吗？画了一点点，是不是有点显眼？哎呀，有点太显眼了哈，是不是有点太假了？有种想深吸一口气的。我又开始想问百子的镜头，他们是不是有连麦了？以为我就干瞪眼吧，我不画，我也是有下睫毛的，我只是为了让它更那个什么。把后面的原木的颜色确实有点假。哎呀，我把它遮住也还是好难啊，还是有下睫毛。当不能说当男人，对啊，怎么那么明显呀、啊？我的眼睛，哎，好难，太大了。
亲姐对象是我见过的直男。看来是这个眼线笔的水太好了。那个嘛，人好奇，因为我今天用的是眼镜的眼线笔，灯光特别的丑。我不应该用黑色，我以前都是用浅色画的。Hello， 你好呀，新朋友。Hello， 喜欢新朋友。怎么大家 ？Hello， 希望以后还能见到。嗯，我送了一个秋天的奶茶。静姐直接骂呆。对，小棉是甜妹，你看这个名字那么的可爱，肯定是个甜妹。我们已经很干了。女孩说我眼线，我都能接受。看要看这个说话的方式。G 杠杠 G 送的一个桃花风铃，谢谢你。我怎么厌旧了呢？我喜新，但是我没有厌旧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蛮这个连着说让人放下你的，有点不太对劲吧？嗨，也不是超级吧，一般一般，还可以还可以，不靠脸吃饭，颜值不是我的特长。经常看到去拍照，记得每天说早安和晚安。空有外表也没什么用。谢谢小熊的礼物。什么？谁？对呀、啊，我这是走实力路线的。对啊，我靠才华。金色小脑袋型。脸这都是会看腻的东西，对吧？嗯，陆山有在联系。啊？怎么还要上学呢？哦，你好像要考试吧，小棉？听我印象里，是不是要高考的孩子呀？还搁这看直播呢？咦，怎么还开了瘦脸？是要高考吗？我发现了，它是自动的。你看，刚才我才发现，我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。下学期高考，你赶快。你看，刚刚看到我脸变，因为我已经早早休息吧。是的。祝你考试顺利。别看姐姐直播了，少看一点，专心备考。谢谢第一只猴子的蛋糕，有瘦脸呀！我经常，我每次都开的瘦脸，瘦脸，瘦脸，是比较好。他这个是自动瘦脸，我这个做游戏的，我应该是没有开瘦脸。这有啥的？这是对大家的尊重。不可能，我开瘦脸都是对你们的尊重。没有睫毛哎，没有拉满，只拉了一半。我一般这些东西磨皮什么都只开一半。是佛祖的吗？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但是你看直播的时候，没有开心，对吧？你们看到比较赏心悦目的我，你们也开心了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在我六分 HP 之前也是躺平嗖嗖的 MC， 真的吗？对啊，拉满会很吓人的。你没有瘦脸，他也给你开。我应该还好吧？我这个还没有很吓人。理论实践还得靠你。漂亮就行。好，你给我理论学好了，我会去实践。马上，都是理论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。但是有些理论是没办法实践的，你要给我能实践的。最近我发现公演每次都有好多新面孔。然后再把我那个，是不是看完就都走了？前的那个，虽然感觉我有很多人，但是就都只是看了就走了，可能也他们也没有留下。我在想是不是就是看完这场顺便看了一下下一场。我觉得、开心坏了。虽然我看了搜搜很多舞台，但是我没有喜新厌旧。我厌谁了？我厌你了吗？没有吧。所以到时所以现在好好补补吧。我对新粉老粉一样的。嗯，对不对？我对你们都他们应该一视同仁。只是说一般新朋友第一次来我直播间，我肯定得先礼貌性的欢迎一下。的说的话我都说到了，拜拜。我没有厌小狼啊，小狼那么的可爱啊。他们下播了，那我也再跟你们再马上聊一会儿会儿。我的太太，我的脑不答应。现在几点？21:30。好吧，那你们一会儿提醒我。呀，刚来的新粉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大家友好相处啊。新朋友要照顾老，不是老朋友要照顾新朋友。
大家要这个养成热情好客的这个美德。你说困得先早早休息吧。哦，你看人家的狸花猫也好可爱。你去哪儿都会遇到猴子，你俩挺浪呀。所以你们也不是我的粉丝，我也只是你们的过客，是不？二位。我不相信你只看了兰兰吧，应该还有哪里也有吧，也有过你们的身影吧。哎，确实，也就大地感觉像是我的单推，用着我的头像。好吧，最喜欢你，今日最佳阳光照大地，深得瑞杰的心。看着你用着我的这个头像，以后我直播我就要评一个每日最佳，看谁最深得我心。你也行吧，但你就是话有点多。你也不差，你跟大地还不是一样的风格。我觉得大地人家是怎么说呢，啊，一个粉丝。我简称他大地。不同的风格。哈喽，晚上好。你看这个，哎呀，我现在开始瞎扯了，不要太相信我在说，我现在整个人有点萎靡了。我现在开始瞎说了。哎，都一般都一般，不夸不夸不夸，不能让你们这个膨胀，都一般，差劲，还需努力，你们对我还是很冷漠。那是女人都是很善变的，说你差劲你就突然就差劲。爸爸爸，还有六分钟。早安喵，午安。我都有看到。也不是大家吧，大家都差劲，你就为你自己的差劲找借口吧。哎呦我天，我以前不会说吗？以前我们不认识吧，可能我以前说的是另外一波。不吧不吧，我以前不会说吗？我会说的呀，我经常开玩笑说什么你们差劲什么之类的，但我那是开玩笑。哎呀，我一般说你们不好当然都是开玩笑了，你们要真不好我怎么可能会说呢，我都是偷偷背地里说，怎么可能直播说你们不好，你先捋一下这个思路对吧，都是衣食父母呀，怎么可能当面说你们不好。你们好啊，谢谢猴子的蛋糕。不是啊，我只是打个比方，你们不要玻璃心。不啊，你们很不错，你们很不错。不是呀，不是说你们，因为我这里不只有善良的你们，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讨厌的人。我说他们，不是说你们。知道吧，啊，不是我不说谁，我就是说打这个比方，
就是总是会有一些讨厌的人，你知道不？我谁都不说。真的很喜欢，很喜欢你们，就是你们很开心。怎么那边还叫上了？是什么蜜羊？为什么他会对羊感兴趣？这群羊什么品种？我们那边羊叫的品种不说不说你们。群群，你什么品种？群群，怎么羊叫啊？对。不是他们放的视频。好，来吧，你小猪天天就在上面，来吧。到个日子美妙。哦，听说我们好像又可以退税了。谢谢范范的花花。我今晚上回来就能报仇。哈哈。嗯，挺随意的。养一个人家猫，怎么还开始攀比了？别人家的猫，没他们在那看视频，看其他小猫猫的视频。哎，对哦，他也养猫，他都没给我看他的猫。他的猫是什么品种？不知道哎，是什么品种啊？哎呀，我的这个卷毛，它叫什么？米糕和奶糕。哎，奶糕这个名字有点熟悉。W 糕，还蛮可爱的，听着感觉很好吃的样子。把我的头发拆掉。你的小朋友睡觉了吗，瑞姐？什么小朋友？小朋友啊？什么？哪个？就你刚连的小朋友。哦，你说他？嗯、没有，他这个直播狂魔，哇，好努力啊！天天就看他直播。我在两分钟，哦，一分钟，一分钟就要下。对，我现在拆家伙了，拆设备了。哎，我的头，哎呀，我也快秃了，我感觉我这个头发发际线一定要好好卸妆，不然这个头很容易掉头发。那估计是他下完播吧，看他还要不要吃。哎呀，希望我的头发长长一点。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我今天的头发跟昨天的是一样的，没有洗。没有洗。哎，我经常以为他有头皮屑，你看他身上经常有看不出来吧？是就是昨天单身通道的头发，然后回来我没有洗，然后就又做了新的造型。对啊，然后就把它扎起来了。要维持它的这个蓬松感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三十了。我很干净，我的头发，我头发很香。三十不多不少，我要跟姐妹们聊天了，跟姐妹们晚安了。那你们看我的手都流血了，都我抠烂了。对，我要去洗头了，要去洗澡了。头发再不洗不行了。当然要洗澡，我那么的爱干净，怎么会不洗澡？拜拜，我关了。